如下三个部分。首先呢，是由我们的小丑达人为朋友们带来欢乐的开场表演。中场期间呢，由当地的文化部门从北京请来了一位重量级嘉宾，将在我们春节期间呢，为我们景区啊代表送上一份新年的礼物。最后，也是朋友们期待已久的非遗红旗的精彩表演，希望朋友们。